先把法杖夺过来。浩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在完成我的任务。任务？我们的任务是把法杖送你封印，你忘了吗？不，我的任务是把法杖送到胡同局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？他好像有点不对劲。怎么不对劲？我想他应该是被魔王控制了。被魔王控制了？不是说魔王没办法控制没有法力的人类吗？确实没法控制，但如果给他注入法力就可以了。注入法力？应该是那次被魔物抓走以后，在浦东区被魔王注入了一些法力，怪不得当时我去营救他的时候那么的轻松，仿佛没人阻拦。原来这一切都是魔王安排好的。那炮哥现在被魔王控制，是不是要变成魔物了？还没有，魔王现在被封印，是没法将人变成魔物的，他只是被控制了。那炮哥还能回来吗？现在得先把炮哥带走，不能让他把法杖送进去。今天你们带不走他的。这一次你可没那么容易杀死我。